好的，来，让索英老师继续讲。昨天我们已经学到三十五题点比语吧，那今天学到第三十六了。第三十六是什么？看看，发生。花生，索英，别播了，我不要了。花生，哎，叫老师没啊？把屁炸嘞，索英。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啊，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好的，你妈把屁多少来的？俺来没提来吧啦，所以。什么发生？我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我里怎么发，不知道？哎，对，这里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不知道？你妈把屁多少来的？俺把那么提来呀来。好的，第三十七。收银员，收银员，收银老师了，收了不呢？等一下，银说啥个？我也不要啦，不呢？他说我的肉包肉，我收八岁呢。老师说银都不要嘞。你们这样就是钱的意思，收银员就是人。收银员啊，收银员，收银，哎吧，开销不要啦，开销路不要啦，收银员，这一路开销白收银，我们就会说收银台，怎么说？收银台，收银台，对了，说台说生意嘛啦，哎，你那呀，你又不要啦，收银台，啊，说哎，收银的路这样，我们就说收银员。好的，第三十八十。现现金，金，现金。对了，现金啊，现金属于 cash 股票啦，人银为大股票嘞，现金。好的，第39十，刷，刷。刷。对了，刷属于老师说 brush 呢代替 verb 呢属于 brush 呢代替，就比如嘞刷。好，哎，属于 noun 属于老师说刷子。刷子属于 brush 口标啦，刷子，哎，假如多带一点，多带一点属于不标嘛嘞？牙啊刷，刷，啊是喷那带点 brush 属于，鞋刷，鞋刷，你带买 brush 留个标记呢属于喏，刷子，好的，40个哟。正正确，正正确。确，对了，正确就是对的意思。对，我那都没有你那表面所以正确。撇手然慢干嘛的？撇手然慢干嘛的？所以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好的，下一个，那都过多没？第41是什么？书，对了，书，所以老师说啊，凶了，我表的书，输了啊，我输了，俺凶多比，他输了，都凶多比。好的，来让所以老师第二里那八字的哈里有奶奶里那个奶奶里表几几没？好的，输，好。你现在树形盘里表达了没？是什么？鱼啊，愉快的鱼。OK，然后这个呢？图，偷，对了，哭了，我表达。好比说，树形盘是谁呢？不得的，表现呢？我表没鱼。好，A 动作里吧，先把路里要来啊，所以对面 A 呢，路啊我们就哭了嘛，不能偷。好的，陆老师说车字旁里那叫做书，哎，凶了，我表嘞，凶多比了表嘞，书，好的，来呀，苏英老师说那股啥多久没？第42是什么？发票。发票，对了，发票，所以老师说包抄，我表啦，发票，啊，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要发票，哎，就是包车到家的，不呢？哎，这咯，包车六二八的啦，所以，
要发票吗？需要发票吗？需要发票吗？啊，所以啊，你啊，你啊，不呢？好差有啦啦，所以。你带来发票吗？嗯，您带来发票吗？啊，我嘛包差不我没有发票。发票。嗯，我没有发票。好的，下一个，第四十三十。捏。捏。嗯，捏水老师说扔的蹦蹲哪不能。比如说老师袖子有个里漏的水，那个是捏。口水老师说把人隔离里说把人中立哪不能。啊，有个里漏的水，哎，那个就是捏。好，然后是什么？把嘞，我们去买西红柿，天经地道喂嘞，不可以捏啊，所以还有内路没有，喏，捏路没有，路标嘞。好的，四十四，烧，对了，烧烧属于老米的路标嘞，烧。好的，烧啊，所以把嘞，不三牛米修嘞，所以。烧钱哎，差不多我说，就是去给去世的人送钱的时候，我们就烧钱，对吧？啊，所以不三牛修表比那个就是假钱咯，不是真的钱，烧钱。就去完那边嘞，三姑又修嘞，所以三姑烧纸。好的，四十五是什么？锅，对了，锅声音老师说，哦，不要啦，锅，他们哦声音，饭锅，好的，你也是他们哦叫了，电饭锅，好的，哦，别老师说，先忙着我订个了，米欧。砂锅还记得吗？那是哦，砂锅煮了啊。老师让表来点嘞，砂锅米线，砂锅哎，扒锅嘞，扒锅嘞，哎哎呀，锅就是哦，表啦。好的，卡里讲新切的卡讲，我老师表里可以下锅了。哎，锅恰罗亚米了表啦，哎，新哦，库罗亚米，新切多米了表啦，下锅了。好，这卡里建议老师，乌热乌退路亚比，所以来下锅了，里边嘞，乌热乌退路亚，心里退路亚比，可以下锅了。好的，第四十六是什么？扶，比扶卡建议老师说，扶起来啊，扶起来的扶，所以，把嘞波罗波罗波罗表嘞，一波嘛波喏，扶起来啊，我们，把塑料袋啊，或者是塑料做的什么塑料啊球放到水里面，塑料球 plastic bottle 那个热热的来没水，它会浮起来啊，它会浮在水面上，水面不嘛浮里吧里面的。好的，另外嘛装明的那呼吸的第一个是什么？杜康就是一个人名，他是怎么说酿酒的人，也吃的毒，他的名字叫杜康。卡里建议老师，我那时候你也打啥别人吗？如果你们发现杜康，然后指的不是人，如果表达不好不顺，那个杜康就到一个表情了，一个点啥了？那酒我卡里建议也打啥别人吗？杜康就来报名。好的，第二是什么？广东说啥个？广东目标啦，广东，好的。那广州和广东有什么区别？好，老师说就像云南，等一下啊。就像云南和昆明那样。好的，云南是什么？
地内的，不云南好吧？云南省，云南地内是这些啊，不喏，云南地区不？那说的嘛，所以把侬把地内、把地内里面地内，云南省，哎，这个嘛，昆明，昆明是哪个？云南，云南也嘛，没有。没有，没有，对，云南的嘛，老师没有的描写的，我们知道的是雪梨的吧，对，还有最高的，那个是在云南省里面啊，都也第一个加的没有。所以啊，用在点没有噶，昆明，哎，第六位，广州是一个省，广州省。哎，天妈妈，对呀，所以啊，用在点没有噶，广东。那么广东就是城市，没有个标啦。好，可以了。那所以老师罗，第三十八课也生词类的点比多吧比。明天呀，习惯英语六十多来没？啊，那这边麻烦老师罗提哪堂讲没呢？习惯英语六多呀啊。OK， 好啦，所以老师讲的那没几把没。啊，哎，你这个火的太低的太耐，所以不留表嘛嘞。左一件，右一件。嗯，左一件，右一件。哎，查理路来，比比边没布啦，所以。查理路来，比比边过，不就得了？不就得了？啊，不就得了？不就得了？然后是啊，看那米来的，把看啥来着？把来录的，看那米来的，所以。追吗？追吗？啊，追，对的，时髦，追时髦。对了，追时髦。然后是那么嘞，啊，阿斌有特别么物业了吧？我帮我们订着了，所以。窗户出去。啊，窗户出去，窗户出去 ，OK。那底下痒你的，所以手痒痒，痒痒啊，手痒痒，手痒痒。好的，可以了。你看老师的实体铅笔多少笔？十一，看几把哦。啊，十一，对呀，课文的嘛，把嘞还留下把嘞嘞。都没面子。都没面子。面子。嗯，多没面子呀，多没面子呀！把我表情拿来说说，失去了体面，体面是说你吧侬，体面是说最高的哈不喏，过颜面呐不，对吧？没事，过颜面呐的吧的不喏，松多的，丢面子，显雅的，所以我们就说丢都没面子，路标的，显雅的，所以没面子。好，那所以能不能我家里第一个阿姨也拍几包？老师，你的名啊，弟弟的。弟弟的名呢？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的，来，这样可以吗？当地的风宿舍人越多越好，要是婚礼上来的客人少。主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当地的风俗是，阿里的大爷的风俗噶罗嘞，这里噶罗的，人越多越好，路面里里刚里里的。要是在婚礼上，这个路的明拉脏嘛，来的客人少，那嘞，爱的呀，难为所言嘞。主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啊！主人啊，百姓啊，的面那么要路看啥呀的？哎的，都谢谢讲的不呢？好的，第二李美珍读一下。昨天爸爸当着别人的面批评他，这对他来说是最没面子的事。昨天爸爸当着外人的面啊，问你个啊的爸爸不呢？的外人也是嘛，边路的也是嘛，不喏。批评他，都批评嘛的，得别点啊，不喏。这对他来说是最没面子的事。大家的肚里呢，比我们所言呢，面哪么始终给啥吧？的谢谢啊，刚从给啥不喏？好的，第二拍几包？看人家，人家。李萍萍，刘萍萍，刘萍萍啊，刘萍萍，
看人家刘萍萍，那你个表情拿着看人家，好，这个格式第一不单立嘎的表示羡慕阿家的佩服李家的某人，哎，那个表情的哎第二个不喏，哎第二个也阿家的李家的声音，看人家谁谁谁不喏，哎表情吧的，好，啊，第一个没意啊，拍几把哦。看人家蓝马的儿子回回考试得第一。嗯，看人家老马的儿子，老马的儿子刘继宝，我都叫老马的儿子刘继，回回考试都得第一。Samurai 嘛，是这样的。好，第二，马苏雷苏读一下。看人家北方出榜舍，人人能出一两本好书。嗯，看人家北方出版社，我都没有拍到我的出版社是吧，我们带过都记载嘛，哦，年年能出一两本好书。你先我呢啥我刚哦那我搞了特别的。好，第三，请宝玉读一下。看人家汽车房子名牌时装什么都有。嗯，看人家对面有记载嘛，哦，汽车房子名牌时装嘎鲁恩鲁啊，南美基恩尼的，我那 brand 恩尼的什么都有，把手续的的。好的啊，所以看人家对面的对面不多记不。好，第十三，太极宝。天天打扮的什么事的动词加得什么事的啊 verb 也得什么事的那的太来没所言的表示某一动作达到无法形容的状态动作的酷感露下目的酷啊的罗马我不要露没亚的爸爸你穿了门我们地落的今年的酷马所以都马的好第一个李美珍读一下听完了我讲的笑话他笑得怎么似的连眼流都笑出来了嗯哼听完了我讲的笑话真的不要的笑话我的哪场比多的看吗他笑得什么似的都依你的啊的不露满脑子的呢连眼泪都笑出来了眼泪的让妈的笑出来了是吧你也得让出来的好的下一个麦一读一下喂，这是昨天两个人吵的什么事的，把孩子都吓哭了。嗯。喂，这是第几三的八的比哦嘞？昨天两个人吵的什么事的？明天你要的。眼皮来讲啊，眼来讲啊，不能露满我们的眼里眼皮讲，把孩子都吓哭了，隔离让烂表我把的嘞。好。大家动词加得什么似的形容词加得什么似的都没所以挪的表示程度很高 degree again 面的不能好的来第三谁马苏雷苏读一下老王说这几天我忙得什么似的哪有时间看电视啊老王啊表示的这几天我忙得什么似的第一班呢啊露面了讲嘛表明的人家露面了不能不瞒所以老师说很忙忙极了太忙了嗯大家有有 expression 的不能口语嘛讲哎你那忙得什么似的露面了讲表明的完了挂的哪有时间看电视啊第一季我不露前戏嘛容呢好第四阿姨读一下听说几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也要来，他高兴的什么似的，
一天早就起来去买菜买肉，还说要先自的下厨房做几个菜。嗯哼，听说几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也要来。听说不那表单家了的那帮面子嘛，对的。老同学啊嘞，第姑爷咱们的年纪啊嘞，拉没熟络嘞。他高兴的什么似的，样样不要了不呢？高兴的什么似的，一大早就起来，说约他嘞，并去买菜买肉，因你为嘞打理多为嘞，还说要亲自下厨房做几个菜，还说准备的嘞嘞，亲自下厨房哎度过来。米我的身比如的米我讲的问比如做几个菜天冬的过老多吃欧美留来表你的的。好的，下一个是第十四派吉宝。妈你又来 了。嗯，又来了。好，又来了是哪个的说话人对对方重复多次的话语，你的派吉宝真派名字表的这个的吗？不耐烦谁没学过，不想再听。特别说那么长时间无所谓，又来了就表示拉边米过呢。好的，来第一个，马苏里苏帕吉宝。我每天那么辛苦，不就是为了你吗？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又来了，马不买啊？儿子不耐麻的说。啊？不耐烦的说，那个不耐烦的说，嗯，我每天那么辛苦，不就是为了你吗？啊的，你来不呢？老板们，你来个的，念着讲么不拉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你怕罗进来？啊，你为别人别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好吗？那些第二表了不呢？嘛，银行里的表他的，哪个是表的？又来了。烦不烦呀？拉边米，谁没晓得了？他的一句表呢？你谁没晓得了？儿子不耐烦的说：“儿子啊，谁没写上那表来的？”好的，第二，麦一读一下。嗯，麦一读一下第二。妈妈说：“小强，你也太冷了。你看你这房间，还有这些脏衣服。”又来了，小强有点烦，脏点怕什么？又没有人来参观。嗯哼，妈妈说，妈妈给表示的，小强你也太懒了，你还得严格变哪位的？你看你这房间，你那些地看了进来哦，还有这些脏衣服。比如第一年你把这一年留呗，不，那个点点点六个点，三个里都超过了，不呢，省略号里呢，哎妈，比如又来了，拉呀米拉呀米，小强有点不耐烦啊，小强有点烦，像那谁修多不呢，他被拉表娘说，沾点儿怕什么？那你把这把这种不都叫我嘛弄？又没有人来参观，不都嘛垃圾嘛嘛某个。好的，下一个十五。来，大家一起读读看。你也该换换脑筋了。嗯，您也该换换脑筋了。哎，您那边的啊，反正对口的标准那边不，脑筋的标准没不，改变旧的观点或思想，改变转标准没的旧的好观点，你好你思想对口好你个标准吧没的。好，第一个林美珍读一下。把改革开放了，社会变了，咱们的脑筋也该换换了。嗯，改革开放了，是不？这个朋友让我激动来比，人家变了不来比，改革不来比。好，老师说的繁体沙龙写的呀，你沙龙读的标脑了，我们就说文字改革不，沙龙你有改革不来的，标不来的，标来不来的 ，update 不来的。
好，古里马来改革开放了，叫做变了，比如破了来。以前中国是不开放的，我们碰头对吧？那年家里嘞，西瓜一把一把嘛，啥啥一把嘛，没落。都那年的那年那边，或者都家里啊，温啦，比如物价收么多嘛，我叫了。然后，那样做的话，他们的经济就会越来越下降，西瓜叶收收收收来。好，那个时候邓小平呢，他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改革开放，这个朋友来接东来的，本来应该他们说，那比如印尼没有两个 CBE， 但是条件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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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来的那不呢？好，阿里就变了来点看见吗？中国变成了现在这个情况，苦的路经你撇了不呢？好的，阿东就表示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来比社会变了，啊，流亡分子也来变了多少比，社会也来变了公民，宿舍也来变了公民，咱们的脑筋也该换换了，阿如也。公道的呀嘞，马瑞亚对口的呀嘞，漂亮的你吧，一点。好的，第二，请宝玉读一下。种花种草。种花种草。种花种草，也能草旺园户。但我可是头一回听说，看来我得换换脑筋了。嗯哼，种花种草也能成万元户哈，本里里啊，班本里里赛，灭本里里赛，大概来的也能成万元户。万元户做就是，hello， 当猫苗做千大的，我那是千大的，它是一片来的拉的。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头一回就是头一次，不是毛总监刘表啊。然后我不是毛总监加不了位的，看来我得换换脑筋了。既然我来对口的，表面定的有点多的。好，换换脑筋啊，也可以表示改变一下思考的内容。思考的内容就是对你的讲话里讲来的，我换换脑筋就表了。你妈就是欧脑思来的，我那哎欧脑里思我留安那边不？好的，来第三个。话奶奶里边讲 ，OK， 第三个，麦姨读一下吧。他在书房写了5000多字，为了休息换换脑筋，他陪着妻子上山来画。嗯哼，画画。来画画。嗯，他在书房写了。5000多字，读完了啥牌看的嘛？我呢，十六毛阿郎就一笔多少嘞？为了休息，哪有不多？换换脑筋，哎，我脑里把的累不？我呢，哪有没？哎，就是换换脑筋不多。他陪着妻子，读完妻子个包有笔多嘞，上山来画画，当么代表不记啦，说吧嘞的。好的，下一个第六来，第十六快几包？我没有你那么多新名词了，说不过你，那么说动词，我呢动词加不过 verb， 那个你不过你贴来没所以呢，哦，它就是不能胜过门来来木，就是哎，阿弟讲呀，我嘞不能胜过，所以阿弟别把嘞啊 ，sorry， A 不呢不读噶，不能胜过 B 不，哎，那个表嘞流门来木了表啦，我们阿弟所以跑不过那样么 B 来木，比不过那样么先来木，打不过所以那样么个咋呢？比如说打篮球、打乒乓球，打不过那样么再来木不呢？好的，第一，阿姨读一下。我嘴笨，说不过他，每次都是你出，那我输，我出，嗯，每次都是我输。对的，我嘴笨，那个阿嘞嘴笨嘛嘞，我不是个笨嘞不，我对么表奶我呢，说不过他，度过嘞，那样么表奶我嘞，每次都是我输，今年我被凶你啦。好的，第二，请宝玉读一下。
我刚开始学打篮球，你都打了两年多了，我当然打不过你。嗯，我刚开始学打网球，哪里网球个啥老古嘛啥的哪里？你都打了两年多了，你个啥年能你长脚臂？我当然打不过你，俺不溜溜，俺的你有那样白个啥能办来的？好的，第三，我们数列速度一下。你是跑得快，可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火车吧？嗯，你是跑得快。哎嘛，是噶多强调他了，不那大 baby 了表达，你是跑得快，你阿的比他罗绵嘛的，可你跑得再快，大妹妹你阿比他不老白绵绵，的确太绵哦，也跑不过火车吧？你他乌罗那样么比那么厉的。好的，第十七，拍几把哦，第十七啊。这件怎么也得上百八，怎么也得啊，它是说话人估计或认为，自己表的话不能满啥啦，或者是多一路听你啦，至少需要哪种的路的，至少要用那种我老东啊没的。好的，怎么也得是不如问你你老多多嘛呗不。OK, 来第一我们一拍几把哦。你估计多长时间能做完？小明说我白天得上班，只能晚上干，怎么也得十天。嗯。你估计多长时间能做完啊？不老家家所以楼楼比奶奶楼年慢的嘞，估计着 estimate 不那年慢的嘞。小林说：“我白天得上班，啊，你连的因素用得呀吗？只能晚上干，你还为俺楼不楼呀吗？怎么也得十天，不如问你你事业着多嘛呗，事业着加嘛呗的。”好的，第二林美珍读一下。要是坐飞机去的话，一千块钱可不够，怎么也等三千。嗯，要是坐飞机去的话，这个路嘞，啊，临时比较多没输赢呢，一千块钱可不够啊，这趟输赢白那么累的，怎么也得三千，路外的你东挡了多嘛呗的。好，第三，金宝玉读一下。你是跑得快，可你跑得第三零。哦，对不起，老师。你说工作的时候应该努力工作，这话没错。可怎么也得让我们上厕所吧？上厕所吧。嗯哼。你说工作的时候应该努力工作，你说你要不要的露露的钱嘛的就差比露露啊没的，哎，那你不要了，这话没错，第四个慢慢的，可怎么也得让我们上厕所吧，他们没不露问你的那路应当里头比得也嘛不的应当没得分的露露露的没要不能应当里把里头比得把翁的。好的，下一个第十八拍几把翁。我自己的钱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嗯，我自己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也顾外不散不呢，那东宁的路都没平宁的路平没的，想怎么样都可以，不露露露呀的，别人不能管。对面我们比如说下些路没有屋，或没有人管下些没路没屋的，也表示不在乎别人做什么啊，不，都咪阿老的阿流来的，也冇在乎做来特别吧的。来，第一哦，阿姨拍几把哦。孩子大了，自己有注意了。哎，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嘛，什么吧。嗯哼。孩子大了，格里亚基比的，自己有主意了，主意算见见，
都嘛都啊都对口的西比都啊都见念西比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吧都啊都定见那点嘛子都是问咱俩点嘛子不好的第二谁马苏雷苏读一下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也管儿子们的事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爱怎么着打六个人招了吧没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对的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如果爱的月的老长纪念比的别管孩子们的事了格里里也给上我们把那种的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招就是做的意思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好了别了呀的你们招着了更口语不能不必了更口语化不必了这个表现了不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好的都是留情啊留不及不好第三麦一读一下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没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比如表情的了表不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表情啊表不及反正我没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比如问你你啊都没有过对不起不能啊反正对不起的给啥不能都没有过啊那这样给啥啊人我们都跑无的啊所以表情的了表表情啊的表啊都没有啊那这样给啥我们都跑无的好的第十九拍几宝还不得喝西北风啊假如没有东西吃喝西北风好啊明天都买嘞没有东西吃啥子啊爸妈妈媳妇挨饿挨饿是不是我看你呀嘞所以喝西北风好的第一林美珍读一下你把家里的钱全拿走让我们喝西北风啊你把家里的钱全拿走你啊的应该不是你的公用多没数了的让我们喝西北风啊我如果啊的应该你要买的啊的好第二马苏雷苏读一下没有办法也得想个办法咱们总不能让全强工人产西北风吧没有办法也得想个办法你俩不是无所言嘞你俩身上身骨身上也没没有办法也得如果我们想个办法你俩身骨身上也没咱们总不能让全强工人咱们总不能总不能说哎我们屁事呀第三用的用龙啊路的马里喝西北风啊恩爱的他路北亚马来的好第三请宝贝读一下靠你一个月几十元工资怎么够用我要不去工作怎么全家就得喝西北风了靠你一个月几十元工资靠说阿姑人你也得老不能东林阿姐老亚的拉杂流阿姑你们所以呢怎么够用不如漏浪马嘞我要不去工作阿达漏端漏不所以呢咱们老咱们全家就得喝西北风了阿姑得拿漏阿亚的阿亚的马嘞好的下一个二十帕吉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表达个的的心思啊这张哪场路高的不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非常说的非常好第一个也得别个的表达言无高的但实际做与说的不一致他比没人的给楼单呢表达那个啊不一致不一致是说这怎么才没好吧无的咱们都你无吧呢有讽刺和不满的意思讽刺讽刺所以得有啊
the yora ye, puma, majimena pide, a tani, a debari, pani bade. How the light the limajan do isha? Sally, shoda one, ye shanshi, tie shanshi, shoda be shanda high halting. Sally, shoda hua, ye shanshi? Sally, bure the gagu, ninga jumi lare. Ta yi xiang shi duo de xiao long de lu bei shuo de bi chuan de hai hao ting biao la ga de xin su wa ta dao na tang lu gao ge de hao di er mei yi du yi xia in a bi liu er ge bu shi shuo yue yue ge ni ji qian ma ta ya shuo de bi chuan de hai hao ting dao xian zai ta de yi fen qian wo ye mei jian dao guo mm。 你儿子不是说月月给你寄钱吗? 你儿子不是说月月给你寄钱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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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不是
谁谁去伺候谁呢？对的，不定是谁伺候谁呢？不读啊，不读过伺候呀，没来说啦，不定呢，不定说啦，然后不能肯定。大家就是答案没标难么？没准儿没地价物不呢？不定的后面啊，那嘛的要跟来呀没？谁的什么哪怎么多少？然后是多哎，六十六里的来没？等啥西哈里的表示疑问的词啊，疑问，但第二批的四个龙里或否定。啊，肯定、否定、重叠的词组，肯定、否定，所以就是 positive、negative 这个龙里里，我呢是不是是呢不是呢，是然后是黑白啊黑呢白呢 positive、negative 龙里这个龙里里来呀吧，哎的，好的，来第一列拍几把哦，第一个，请宝玉拍几把。他的文章一样好。很好懂，好像写起来很容易。其实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次要写两三天。嗯，他的文章语言很好懂，杜月桑巴嘎的路其他的语言里的呀，把他这个标注里的呀，哪里呀对的，好像写起来容易。既然来姐妹所以累了不在没的，其实那不定改了多少遍那给了我的改了多少遍，不能进了我变他来说啊，不定说啊，不能肯定，不能不定那么累的，有时候的话里嘛，一千多字在龙里的唱着老古的要写两三天，那也都要老古也有啊，有信心零零零一步所念的。好的，第二林美珍读一下。别认为做事一定就比骑车快，看吧，不定谁先到学校呢。嗯，别以为坐车一定比骑车快，别以为是一路听不听的，巴士多远，地铁吧，十分钟啊，咱们也没路没听的的。看吧，自己来的，不定谁先到学校呢。不读啊，张我先让我们来说啦，不读嘛不定呢，对的。好的，第三，阿姨读一下。你想两家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住着不定都别。嗯，住着不定多别扭呢？别扭呢？嗯，别扭呢？别扭呢？嗯。你想你是在这里的两家用一个厨房，哎那我住那书吧，因为我讲的讲的我都没一个厕所，哎那的楼呢我都没，所以
住着泥潭呀啦，不定多别扭呢。别扭说什么别了，不能不老当什么别来么来说啊？你想，你身上几斤的？好的，22个多没？看几帮吧，看看您说的，看您说的，您表达的几帮呢？在对话中用这个表码都码的，表示说话人不太赞成。表达里话代表不讨看我呢，或不满意对方说的话。这怕你表达自家个，简单木木西古所言，看您说的了表达的。好，第一，麦一读一下。小丽说：“你是不相信我呀？”我说：“看你说的，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小丽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小丽啊，表你看我们庸碌哪嘞？我说：“看您说的，看你说的，你表的不一样嘞，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哪里有我们庸没陪你爸么嘞嘞？”好的，第二，把林美珍读一下。老郑笑着说：“你现在是大经理了，把我都给忘了吧。”刘敏也笑着说：“师傅，看您说的，我忘了，谁也不能把您给忘了啊。”老张笑着说：“老张啊，一笔也不要了，你现在是大经理了，你要哭我们家一批多少笔收入，把我都给忘了吧？那我没多少笔么啦的，哎，我说你弄啊，我那主播啊，没多少笔么啦。”刘明也笑着说：“刘明啊，来一笔也不要了，师傅，看您说的，师傅表的不一样嘞，记吧哦呢。我忘了谁啊？不对，我问妹妹啊，狗家的也不能把您给忘了呀。你有喽，没路白养嘞。搞把我们现在路里阿龙没多少人嘛，师傅喽，没路白批把么嘞，路表啊。好，第三，金宝玉读一下。我说，不就是少找你10块钱吗？那算得了什么？别回去要了。齐哲不高兴地说：“看你说的，10块钱不是钱。你要是不想去要，我一个人去。”我说啊，表姐，不就是少找你10块钱吗？不就是这个嘛，不能他里面没有了，你有的这些里面有比安来讲没有了，不是安那天嘛，这些有呢，不能这些里面有了呗，那算得了什么？哎呀，不老命不老用，别回去要了，别多比当我们的那了。妻子不高兴地说：“妻子啊的，没比我们学的标的，不能妻子啊谁就有标的，看你说的，你别忘了就十块钱不是钱，这些也不是没有了。你要是不想去要，这个路您啊不想不留钱不去要，多比我您别么当钱不存，我一个人去，啊第二天多倒霉的。”好的，可以下一个。23派几宝。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南山的晴空。对，我说什么，哪怕表表，你都当成耳旁风啊！哪怕个撇带过来，理理留给你呢。起码让老师说读呢，你那新读的十个龙里点他的，听不进去，哪来有木为木？你妈脑袋破表姐这哭耳旁风不呢？别人的劝告，读名也偏偏表说木的，批评别人违反木的，嘱咐骂家木的，等啥系列还得过不呢？听过之后，哪场毕业看吗？不放在心上，谁家妈妈他无的也说耳边风啊，耳边风了来东把的。好，第一，麦一读一下。他总是把我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所以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他总是把我说的话当成耳旁风，哎，多少面呢？不能，我表示自家声音。拿杯嘛，脸皮带的露白的，所以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马库爸妈要了五的。好，第二，林美珍读一下。别人的话在他看来就是耳旁风，你说他能不吃亏吗？别人说的话，对面里表的是个五的，
在他看来就是耳旁风。都面哪个啊？哪里有特定的羊毛布布呢？耳旁风萝卜多面哪里？你说他能不吃灰吗？你不要急急的，都要闷的哪位？你爸么哪里？好的，来二十四个算多了没？快几吧哦。天来客为你的一件会不会要毁要吃？将来可没你的后悔药吃，哎，那在哪嘞？后悔药啥子不吃不拿嘞？后悔药就嘛，表姐拿多啊，治疗后悔的药，脑袋压了骨，不啥嘞？是，啊，后悔药就叫嘞的。当然，世界上没有这种药，对吧嘛？得六岁了，没吃不过嘞。好，第一，阿姨读一下。你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钱，干嘛跟他结婚？这伤口没有卖货位要的，你现在要想清楚了。嗯哼，他没有什么钱，干嘛爸爸三妈四两没铺，没有什么钱。干嘛跟他结婚？把路东的那他妈嘞！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知道吧？我后悔药，要哪么西不喏？你现在要想清楚了，你哭个的呀，心心灵灵心扎他呀没喏嘞。好的，下一个金宝玉读一下。小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你都不听，现在怎么样？想吃后悔药了吧？黄了。嗯。早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你都不听，早的时候说容啊不哎亲戚容啊肉亲戚容啊肉，我们说什么你都不听，阿鲁巴彪彪你啊南朝母里的，现在怎么样顾不漏嘞？想吃后悔药了吧？后悔药啥子明白啦？那我大家的卡家啥子明白啦？完了那我家多比的。好的，来二十五多没下几吧哦。你爱听不听吧？嗯，你爱听不听吧？好，艾玛，爱什么不什么呢？表妈，说话人对某人怎么样不在乎。这个表的罗伯诺，阿里的帕鲁，不罗奶奶因在乎。他怎么样跟自己没关系，都不罗奶奶过那爸妈妈不在乎。带有不满或不耐烦的语气，但没谁听嘛咯。那个路没家啦，路谁没骑的？你当你的爸的，那他们好，那他们你不呢？好的，第一，林美珍读一下吧。小兰说她有事不来了，昨天说好的，怎么今天又变了？爱来不来，没有她我们也一样玩。嗯。小兰说她有事不来了。小兰啊，表姐，都嘛给啥西路嘛拉绕屋嘞？不呀，昨天说好的，你跟你也表皮大白离的，怎么今天又变了？不了皮皮今天叫他表面嘞，爱来不来，拉进拉不拉进的，没有他我们也一样玩。都嘛拉嘞，都嘛西嘞，我说啊，都都白表露牙嘞，泪露牙嘞，不喏，都嘛拉嘞，我说啊，表表白，啥表，露露牙嘞，不喏。好，第二。谁？马苏丽苏读一下。妈妈批评他，你可能会不高兴的。爱高兴不高兴，他做的不对，别人还不能说两句。嗯，你这么批评他，你啊的对我都没有批评你们所以呢？他可能会不高兴的，对啊的代表不高兴批多里面，对么表批多里面，对谁说多里面不呢？爱高兴不高兴，表情表么表情的。他做的不对，都漏打嘛慢慢啊，别人还不能说两句，这恰路啊都这个里那空老长表露没有啦的。好，第三，谁？麦毅读一下。妻子不高兴的说：“饭我放在桌子上了，你爱吃不吃？”妻子不高兴的说：“妻子啊，这谁都不要表来的饭。”我放在桌子上了，他明我还是为我点他来逼，你爱吃不吃？啥件啥？啥件你？
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今天你们看到也他来没？编排他们了。好，我们星期一再继续了。大家再见。老师再见，谢谢老师。嗯，好的。